所以全家人就是包括你们家，我们都会用就是从擦脸啊、擦身体啊去做每天的保养。洗完澡的时候用，然后还有每天出门的时候也是在会擦。擦的话就是可能全身都会带到。好，就是现在已经靠近夏天了嘛，有些都很热，那大家就觉得说擦一些护心对其实对皮肤其实怕会负担。那其实做最基本的就是清洁啦，然后再擦薄薄的一层在皮肤上面，其实除了抗过敏之外，然后还可以有保湿的功效，其实呢。